Baby Tiger， 快来订阅我们吧！小心喷火车！大家好，我是消防车高迪。哇！现在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是怎么灭火的，看好喽！哇，好酷啊！遇到火灾，记得拨打火警电话来找我哦。消防车高迪好厉害呀！刚刚那点小火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是呀，就算是一辆着火的汽车，他也能轻松搞定。着火的汽车是那样的吗？嗯。小家伙们，我新发明的喷火车厉害吧？喷火车，让整个城市都烧起来吧！高迪，救救我们！发生了什么事？有辆喷火车在到处喷火。乐嘟嘟胖嘟嘟，你们受伤了，看来我需要支援。是高迪，贝勒湖城市里出现一辆喷火车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螺旋洒水车呼噜噜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装甲消防车高迪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洒水车保护你，温度太高，我来降降温。大火大火，别想靠近，哦，现在安全了。时候消灭喷火车了！哇呜哇呜，避开大火，不后退，向前冲，走狗！哗啦啦啦，挡住大火，勇往直前消灭它！交给我吧，瞄准目标，砰砰砰砰，加速喷出水炮弹，击中了！我的喷火车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别担心，我会把你修好的。可恶的超级汽车，你们给我等着！水下救援。
跟上。哟呵，太好玩了！朋友们，看我的表演，360度旋转！哇，好厉害啊！慢嘟嘟，你小心点！哎呦！是什么声音啊？哎呀，你们看，冰面裂开了！快跑啊！慢嘟嘟，你怎么不跑呀？我害怕。别害怕，我们来救你。嘟嘟，慢嘟嘟，谁来救救我们？啊！胖嘟嘟，你怎么了？慢嘟嘟和慢嘟嘟都掉进水里了，我也被卡住了，快来救救我们！好的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大力士吊车阿力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冲呀冲呀向前冲，加速加速加速，冰面碎裂很危险，开始分头救援。伸呀伸呀长手臂，边长边长边长，让我紧紧抓住你，保证安全落地。快救救我的朋友！别担心，交给我们，开启潜水模式。雷达开启一定眼，发现目标 ，Go Go！紧急救援，快行动，向上游啊游！怎么动不了了？我去看看。加大马力，轰隆隆，快速向后喷气，用力用力向上推，终于解救成功。旋风，做得好！怎么办？出口被挡住了。我们必须尽快找到新的出口。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出口在哪里？找呀找呀找一找，哎呀找不到。冰面太厚了。那边有光，我们快过去。长长手臂有力气，冰块飘起来，朝着出口游啊游，救援成功啦。超级汽车，刚才真是太危险了。你们看见这个提示牌了吗？这里不能滑冰。我们知道了。海底寻宝。今天天气好，不过上班了。最棒的挖掘机要开始工作了。快停下！刚刚是个小意外，我只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想洗个澡再开始工作。怎么挖不动了？难道是什么宝贝？呀，是张藏宝图。宝藏
就藏在海底。海底有宝藏，嘿嘿嘿，那一定是我的。嘿嘿嘿，刚好是我新发明的暗黑鲨鱼车。大海这么大，靠我自己找宝藏得花一年的时间吧。哎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对了，呼叫指挥中心。嗨，酷宝，好久不见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你们看，我挖到了藏宝图。哇，恭喜你！可是光靠我自己肯定找不到宝藏，我需要帮助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超雷达警车雷克，火箭赛车旋风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来吧，开启潜水模式。宝藏宝藏你在哪，我们都来找一找。贝壳、珊瑚和海草，不对不对，找错了。开启雷达滴滴滴，目标目标发现啦。向左向右向前进，宝藏宝藏在这里。大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开石头和泥沙，用力用力向下挖，宝藏宝藏出现啦。终于找到了。不好，我们的宝藏被抢走了。我去追回来。加速加速轰隆隆，追呀追呀冲冲冲，尾巴肚子撞啊撞，宝藏宝藏回来啦。旋风快跑啊，我来帮你。追着目标游啊游，发射大王咻咻咻，躲来躲去抓不住，再来一次不放弃。抓到了。鲨鱼鲨鱼有尖牙，咬破大王咔嚓咔，我们快快想办法，小船小船压住它。我又失败了。是个奖杯。你们看，这写着什么？恭喜你成为勇敢的冒险者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个奖杯属于勇敢的冒险者。恭喜你，酷宝。不，应该恭喜我们，因为我们都是勇敢的冒险者。大战暴龙装甲车。哇，是我最喜欢的电影。哦，是什么？暴龙装甲车。哦，哇，看起来好酷啊。哎，别磨蹭了，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来了来了。酷宝。让我再看五分钟，要不三分钟也行啊。暴龙装甲车，嘿嘿，我有一个好主意。暴龙装甲车，哦，酷宝。对不起，阿力。酷宝。
好，你得专心点，我们今天必须建好这座大楼。我知道了。咦，怎么回事？小心！是暴龙装甲车！快跑！快跑呀！夜游里的暴龙装甲车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情况不对劲，赶紧呼叫指挥中心。阿力、酷宝还有瑞博，你们怎么了？暴龙装甲车从电影里跑出来了，它推倒了我们的大楼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不好，城市有危险！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大力神吊车大力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七彩搅拌车瑞博，超级汽车出动。长手臂哐哐哐，把石头挑起来，大铲子咔嚓嚓，救援全靠它。大家别害怕，快去安全的地方，我们来帮忙。不许你伤害大家！大口子甩呀甩，紧紧地抓住你，一二三上后拉，哎呦逃跑啦！水泥变变变，高高墙壁困住你，站住别想跑。糟糕！大铲子挖呀挖，挖出个大洞洞，等着你快靠近，快用掉进去。滚筒转呀转，水泥水泥哗啦啦，变成高墙吧。哈哈，成功了！快开始修建大楼吧。挖掘机挖呀挖，大吊车搬呀搬，搅拌车转呀转，工作开始啦，加速来建造，一层层越来越高，大楼建好啦。哇哦，大楼比之前的更好更高了。说起来，这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哼，你以为我又失败了吗？嘿嘿，不，我还准备了升级版。怎么回事？给我停下！快停下！失业的垃圾车。我来收垃圾啦。小美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，你看。啊，奇怪。洒水车爷爷，我来收垃圾了。小美，你来晚了，我家的垃圾已经被收走了。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今天早上天还没亮，就来了一辆垃圾车，是他把所有的垃圾都收走了。哼，哪来的垃圾车，抢走了我的工作。是我发明的怪兽垃圾车。嘿嘿，去吧，把所有的垃圾都还给他们。啊，到处都没有垃圾，看来大家不需要我了。啊，这是什么？
小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天空在下垃圾雨，你们看。原来是怪兽垃圾车。嗯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铁臂挖掘机酷宝，分类垃圾车蓝红灰绿，超级汽车出动。房顶上、树上、池塘里到处都是垃圾，我们该怎么清理呢？如果这些垃圾能聚在一起就好了。哦，小声，瞧我的。市里面脏兮兮，到处是垃圾。我是铁臂挖掘机，举起大铲子，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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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街小巷的垃圾收集在一起。好棒呀！垃圾堆成一座山，大家别慌张，我们一起来清理。刷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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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出垃圾，垃圾垃圾都清理，城市变干净。大家辛苦了，拯救小岛，去钓鱼了。雪莉，我们来比一比，看谁钓的鱼更大吧。好呀。鱼儿怎么还不上钩呢？哦，我的鱼儿上钩了。哇，好大的鱼。为什么我一直钓不到呢？雪莉，钓鱼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心哦。知道了。哦，哇，有鱼上钩了，一定是条大鱼。嘿，爸爸快来帮我。哦，来了，用力呀。嘿，小岛要被海浪推走了。啊，我们飘得越来越远了。别担心，我们可以找城市守护者帮忙。开心湖，天气真的好热呀。对呀，好想去海岛上吹海风钓大鱼。是谁找我们？飞龙虎，开心虎，救救我们！情况紧急。嗯，召唤超级汽车。力士吊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大力
力士吊车，快把他们救回来吧。哼哼，放心，交给我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长鼻子，嘿呦嘿呦向前伸。到了。我是大吊车，看我大钩子，不怕海浪不怕风。抓紧。别怕，我的力气很大，稳稳当当，请你相信我，马上安全到达。谢谢你们救了我们。可是我的家，小岛飘走了，雪莉的家就没有了。哈哈，世事升级吧，也许我们可以把小岛救回来哦。嗯，好办法，超级汽车升级。最强形态，大力神吊车。慢慢靠近，好厉害，长鼻子小心翼翼，小岛安全了。大吊车谢谢你，要你就要奇迹。大吊车谢谢你，你最强无敌。让我们再来一场钓鱼比赛吧。那我一定是冠军。超级汽车最强升级，完美合作。啊，哥哥，发生什么事了呀？啊，看看就知道了。你们看，这里堆满了垃圾，没有人清理。哦，我的天哪，实在太臭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？哥哥，这下可怎么办呀？小事小事，别紧张，我们可以找超级汽车帮忙呀。嗯，召唤超级汽车。分类垃圾车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姐妹们，轮到我们表现了，要加油啊！我们都是最能干的垃圾车，能把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。没错没错。啊，哼，你们停下。小绿，你要干什么？清理垃圾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能完成，你们不用去了。啊，可是垃圾需要分类，你自己？我自己肯定没问题，不需要你们的帮忙，我也能做得很好。可是我们的分工不一样呀，而且垃圾那么多，要处理干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好了好了，我要去干活了，不和你们说了，小绿是最棒的。
只是垃圾车最能干的垃圾车哦。一起来打扫吧。超级汽车，最强升级。